你能想象得到-50摄氏度有多冷吗？相信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啊，都没有经历过如此低温的环境。在南方，零上几度已经寒风刺骨了。幸好南方的气温最低也就0度左右。当气温低于0度时，已经是南方人受冻的极限了。可想而知，-50摄氏度有多冷。从全国来看，我国冬季最冷的地区是东北，而气温也才-20摄氏度左右。离-50摄氏度还有很大距离。在北极附近，-50摄氏度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彪悍的人，他们叫做因纽特人。因纽特人在这个寒冷之地生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在几千年前，他们从亚洲向美洲迁徙，然而在迁徙过程中并不顺利，他们在半路啊遭到美洲印第安人的袭击，结果因纽特人只能逃走。结果没想到，当他们逃到北极圈附近时啊，印第安人无法忍受酷寒就走了，因此因纽特人才得以活下来，最终他们也就在此地安居下来。目前世界上的因纽特人仅有6万多人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特点，就是吃生肉。也许是在严寒地带无法生火而选择吃的生肉，后来吃生肉逐渐成了因纽特人的文化。他们认为把肉煮熟是对食物的糟蹋。北极地带的气温是很低的，在冬季的时候可以达到-50摄氏度，这给因纽特人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，尤其啊是在孕育后代这方面。小孩子刚出生，抵抗寒冷能力弱，所以为了让婴儿能够更好的存活，因纽特人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不管是谁生了孩子，大家就集中力量共同的把孩子养大，这样一来小孩子就有充足的物质基础，不必忍受严寒生活。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寒冷地区啊，所以因纽特人从小就有抵抗寒冷的身子骨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怕冷。在-50摄氏度的天气中啊，他们也要穿得很厚的衣服。因纽特人之所以能在如此寒冷的地方生存，除了身子适应极寒环境外，他们还有一套完整的防寒系统。首先，他们穿的衣服跟我们也是有差别的。北极圈有著名的北极熊、海豹等物种，这些动物的特点就是皮厚，御寒能力、保暖能力都强，所以因纽特人把他们的皮作为衣服内层，外层都是大棉袄，就能保持身体的温暖。同时雪屋也是他们防寒的一个重要手段。很多人认为这很荒唐，其实一点不荒唐。首先，雪砖可以阻挡寒风，其次白色的雪能够反射热辐射，有很好的保温性，能让雪屋内的温度保持在-0摄氏度左右。要知道，对于-50摄氏度的外部气温来说，雪屋内的-0摄氏度啊已经很高了。再者，因纽特人会在雪屋内点燃由动物油脂做成的燃料油灯，这样啊可以适当提高屋内气温和照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因纽特人在雪屋内生活？为何雪屋不会融化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冰雪融化的条件。一般来说，环境温度高于-0摄氏度时啊，雪就开始融化。然而，动物油脂的燃烧能把温度维持在0度左右，并没有达到冰雪融化。也可以说，冰雪融化的速度根本比不过冰冻的速度。而且，因纽特人做冰屋选择的冰块都比较硬，抗热能力啊比较好。另外，他们生的火不会靠近冰墙，能很好的保证冰屋不会融化。不得不说呀，因纽特人太聪明了。如果给你500万，让你生活在这个地方1个月，你愿意吗？